老，你很老，老，很老啊，很老，脸很方，他的脸很方，脸很大，宅炮啊，很宅，小白脸，很白，很白，然后又很白，就是很白啊，很丑，丑，然后 Luck 的姿势很丑，超丑的，喜欢 Twice， 很喜欢 Twice， 很丑的，很丑丑。然后很臭，很软，那软是因为，软是因为什么啊？哦，筋很软啦、啊。对，吃素。爆料。爆料，他每次都吃素食。我们去中。不是料吧？他吃素。他刚刚被我们遗忘，他吃素。他吃素啊，然后永远都被我们排挤，快滚！他每次都会被大家遗忘，他吃素，真的很可怜。就是大家很容易忘记他吃素，所以对，就像刚刚我们在吃披萨，然后没有人记得他吃素，所以他只能自己去买东西。我今天订披萨的时候没有帮他买素的，那就没得吃了，对不起。假瘦呀，吃草、啊。他寒训的时候被学长推去吃草。没有，没有吗？那是鹅肉吧？那是鹅肉，是鹅肉推你去吃草，是不是？那是鹅肉。好，那再一次。他被鹅肉推去吃草，不是啦，干嘛？不是我吃草，不然吃草，不然嘞，是鹅肉吃草，这个是内中的含蓄。挖客，让我想一下啊，哦，我知道，好，好，快，我要讲。我觉得他好像很喜欢我们送他的那个东西，可是他不说。那今天有什么料可以包？这，那姐姐。那个，然后你头发这样，要弄高一点哦。Oh. 快点脱台前，让我想一下，腿裤。腿很粗，腿酷。我第一次看，注意他就注意到他的腿，真的有过壮，认真的壮。腿酷，黑，黑黑的，黑，黑还是黑，更黑，更黑，黑，发色多变，奶大。他没有料可以爆，就是他的料就跟他的奶一样，很有料。是。永春奶王，永春热舞奶王，是他常常会绑辫子，然后戴放大片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像娃娃之类的，但是很黑。讲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什么田径选手，因为他肤色跟那个小麦色一样很健康，然后就觉得他好像很厉害。就是呢，他每次在就是我们在可能啊开会啊什么的，反正他只要讲话，然后都没有人听。然后都要我们其他人帮他出一下声，才会有人理他。可是他那时候已经快要气死了，所以大家请不要忽略他。就是他常常会大暴走，就是我们社团常常会不听他讲话，就是不是不听，是听不到他讲话，然后他就会大暴走。好好听到自己。真心话语音啊！We gotta win this, you gotta see this.
7, 8, 6, 6, 6, 6. Said I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sit in a government yard and trench town.混蛋！那你混几个八？